这男谁呀、啊？我成了面试官的秘书，没想到他却要我去他家陪他。当我来到他家里，他家里居然藏着一个男人。那个，要不我还是先走了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他是我前男友，我们都分手了，你还拿着我家钥匙来我家，赶紧给我走。你敢来我家是把你住手！这是我男朋友，你要再来我家闹事儿，小心喊人了。有新欢了是吧？我。那个你先别生气了，那个我给他收拾收拾，然后咱们做饭一起跨年啊。哎，不用收拾了。你看这些东西你不生气啊？咱俩又用不上。啊啊，有新欢了是吧？我面试官把我带回家，没想到碰到了他前男友，他前男友上来就要打我，面试官为了维护我把他赶出家门。你说男人为什么要三心二意？你可别瞎说，我可不是男的。嗯，不是，我是说我不是那种男的。我对他这么好，他为什么还是要找别人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眼瞎。你要是我女朋友啊，我保证只对你一个人好。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了，可惜我就没那福分。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我都是你秘书了，上司说话我哪敢不听啊。你，哎，你可别吐啊！这旁边有垃圾桶。你人挺好的，其实。你发好人卡行，你别吐我身上。那你能真的做我男朋友吗？